不是我考的吧？是我考的吗？进游戏了，你掉了。啊！我掉了。啊！你需要重上一下，可能。我怎么重上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 碾碎他！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！全军出击！ 稍等一下，我就动一下。没事，我已经安抚好队友的心态了。好，马上到，你放心吧。 ADC 已经被我安抚了，他说好的呢。OK。两盘，有意思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哎，我怎么这个现象还笑着？ 你快帮我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还在？我点信号，为什么要点信号？不是，人家已经进去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哎，我已经冲上了。3滴血。 气完了，气坏了，这铁男，气的都砸锤子了，你看。不是我断了吗？把他们也算上。 别骂人，兄弟。啊！人马生气了，我已经也被我安抚住了，这人马。现在你那边是什么情况？我现在就是。 加载不进，就是一直在加载，然后就弹在那里不动，我就又重装一下。刚才重装还是不动。你用的干净。嗯。你可以用，我不会没用的，有油，我用的腾讯。看住。打锤，锤。 炮车丢了，好，他把 W 放了，看他有没有骸骨，可以试试枪杀。完了，他有盾，他盾好的好快哦。 好像是吧。
刚才弹了一下。你进来了，但你又掉了。刚才进来了。对，我刚才进来了一下。没事，他还是得死，不着急。这波我这么走过来，他必死无疑，他跑不掉。这英雄没有位移。哎呀，我来了。又是烈士爵，那队友怎么老这么拉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。哎呀！我应该问问他。被人发问号，好棒！齐心，快过来帮忙！我进了。哦哟！我是不是要在那里插哪里插个眼？我这边其实死不了，我跳眼跳慢了，我这空格没有。哎呦，怎么空格没眼儿了？我以为有眼儿呢。我刚才被人发问号了，我感觉 ADC 快要崩了。把他们先放下。嗯，这个眼儿被看见了。对啊，这银马在干嘛？好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忘记。把这个摄像头给他。坏了！你干嘛？你别逗我笑！我现在要很认真的玩游戏。马蹄你的。现在该我了。这银马不给他送他一个还好，他给他送了还。这英雄铁了才不好办啊！把他们也算上。希望他没有传送。这个单杀很关键，兄弟们。哎呀，不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啊，没跑掉。好玩，感觉你们上王再有信心了。别人别打，我来 C。呀，下路一塔没了。
没的有点快呀，这那一定是说带不了啊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他就说带我带不了啊，我被嫌弃了。你跟我打，我这破败武器。哎，红 buff 我要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谁在给我打电话？没想到吧，对，我又回来了。哪个是我？不容易呀、啊！你这回去打了什么？那还有什么？他打的是武器，是大师。中塔没了，挺难办的。确定武器是？杀杀杀杀杀杀杀无锋！好，我们的已经，哎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往这边跑往这边跑，快跑！来了我来了。给自己加血之类的。哎，有意思啊！哦，一千，我发财了。拉地给他，地给他，地。为什么摁不够劲呢？跟刘，给他留头了，不要。摁吧，你看我。反正也得被吓到，让他吓到。你要技能要交在他身边。结束了我罪恶的一生。哎呀，这铁人挺舒服啊。今天也看到跟我一样用鼠标下点技能的，打个红的玩法。你要现在要下来，你现在要下他身上，不然你加不了血。你要下来，你为什么老是要买那个秒表？你又不用，推荐的呀。你不用啊，你又不用买。这人马怎么老死呢？人马别老给铁男送啊！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
对，然后滴滴滴滴滴。加血加血加血，你屏幕要跳上去啊！加血。要。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你在塔下，你在塔下。走啊走啊，去跟你队友。你现在可以上他身，然后帮他加血。来，跟我来，一会儿来跟我来啊！中路！现在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就是走，走，靠这儿走，这条路，一直走，走，走下来。走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走走走路，走到这儿，我堵住这刀锋。这个就是他。哎呀，他跑了。对，就我啊，跟住了就行了。我们先回家，我先出点装备。对，你看不到自己的时候按空格，按这个，按这个就能跳到自己身上。上，发车。你买不了，你可以把这卖了。发车，发车，发车。发车，我的车来了。哎呀，我让你卖命，你现在出门点它就用了。闺蜜导航队，严阵以待。走，我带你发一波车。哎呀，这怎么死的？这铁男一会儿帮我怎么整？D 加血加血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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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把他月塔杀了，我才200块钱赏金。回家按 B 回城 B 对，现在没人。你就搁家里头等我吧，等我活了，然后你上身，我们继续发车。但是你没多靠这个，这买这个先买，然后把这个卖了，这个出售。气出个什么呢？然后再买一个，买随便买哪个吧。这个吧，先买这个，先买贵的，老大，对，出门。等什么等？出门他等什么等？保险，我上去。聚酒可以。小酒都折，就不用了，算了，聚酒可以。先买贵的，对。他们说让你买个冰箱，等几个，你给潘潘，你们给潘潘讲的，他也不知道冰箱是什么。按 Q， 点 Q 点对，加去。你不用管，你先跟着他走就行。你还是，你看打不打？他不打的话就哎，这人有意思啊，两个人要动我，你们配吗？加血加血加加加
FFF 你们不配呀、啊！忘了，你可以把你这个小兵，就是小兵的第二个加血的，他现在不用。小龙，老师教的可以啊，老师。点小兵，对对对，你看你消除了一个小兵。然后再点一个小兵，二，就直接点二，对对对，就不用鼠标点了，就你 DF 都可以这样。消除小兵没用，那小兵还给我吧。嗯。消除小兵其实没什么用。容易死，千万别拿小兵消除抢大车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哥们儿，点一个小兵。这巨酒这么贵呀、啊！把他们也换上。Shut down！ 他们让你抢猴哥的法拉利，抢他的一个大炮台，就是这种小兵，一会儿会出来一个大兵，就属于那种。上车。还大家都在看着，加血加血，你放的什么？来，哎，好加血，他走不了。有没有眼儿给我插一个？啊有！哎，不追他好了。我说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轮回绝境。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、啊。没事没事，上车上车，哎，上车上车。大龙可以要。加血。来。上面。我先一个打五个都没问题，我这。你别下车，快上车，快上车！死了，我跟你说。上去上去。上去加血加给他再打。看得我好慌，看得我好慌。拿下。大龙不一段，又可以直接插眼，插的。你试一下，按四。你要靠近来点，你不要靠你，靠你。点。哦，买装备，买装备，差200。嗯，还可以再买一个小东西。嗯、这个嘛，咱就说你也有。没想到吧？又回来了。
要回去。你人呢？我找你来了啊！等着他了。来了。上来。没有关系，死就死了。这波我是无敌的。小苗，用小苗他也，你看，没死，对。哎，这家伙可以打。哎呦，这铁男太膈应人了，这铁男。你这电脑是啥？哎呦我操，这铁男让猫下车啊，哇真恶心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刻我们的东西了。下车的我也没看到。水银今天把你的小兵买了，得要水银。哦，被铁来炸了，然后就抢下去。上他吧。哎，你不要走，回家。回家。上身。出来，去下子帮他。我今天必杀你，兄弟。他在这儿。你要给我子弹，逮捕，小逮捕我。这个不是 AD 吗？这条路走这儿呢，右边呢啊，这儿呢。来，好不容易搭错车，这地图没很，上错车了，上错车了。这路迷的，来吧，再上。走，上车。还兄弟们，团一波。他才学的这个峡谷是潘潘才学的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这卢仙才学的，潘潘是才学的这个峡谷。搞一下人吧，你们要谅解一下。峡谷后果练练。算了，那打人也玩而已。那打人，有马，真的，你又下车了，你强行下车了，快上车，随便上，对，随便上车都可以啊。滴，哦，没来得及，走，快，你跟他救我，快走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快走，走不掉了。Q 他吗？不要 Q。真能带节奏的人吗？他每次都强行让你。谢谢送的荧光棒。这铁男也打不动。对，他第一次玩，所以大家就谅解一下。今天买这张就不能带了。真是难得多。下回得扮铁男，这英雄挺恶心人。这英雄挺恶心人。谢谢荧光棒，谢谢这个，谢谢送的小礼物。
大龙可以要。对，因为第一次玩就还在练习中，所以你就多谅解一下。谢谢。多点点赞，对吧？点赞是什么？哎，纯子，你自己直播的都不知道吗？纯子，那个对面有个英雄啊，他可以把我拉进一个领域，然后呢，你就会从上面下来。你从上面下来，我会给他解掉，然后你会需要重新再上一遍，知道不？我会在你旁边。好，我就盯着你。对，所以这个比较麻烦，我一会儿跟你说你上，哎，你就上就可以了。OK。没问题，对，你们可以多多点赞，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点赞点来有什么用，感觉应该会有用吧。真的，我直播那么久，但是我没有太研究过那个规则。打得过。就点赞是什么？点赞会就是提高就是，那个热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他哦，好像是因为。我看他们其他直播也是让叫大家多点赞，所以我们点赞突破多少万点赞。对，你们都在点赞，反正你们看着没事就点点赞，应该点赞就是提高这个热度的。谢谢，全部都点，谢谢送的小礼。来集合打一波，如果把对面团灭，我们直接给对面一波。来，要上啊！上！哎，我这牛啊！哇，这牛太烦人了，这牛，这牛头，哇，这大牛。真真牌一玩，不行了，尽力吧。下回啊，得把这铁男这玩意儿给放了。明天才是满月。这东西有点烦。哎呀！我少奶了，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少攻击力。这是你们送的小礼物哦。这大礼物，有点。